扣军粮，以次充好，撕开粮仓，买卖存粮，这桩桩件件足够刘大人与百里先生及其他涉事官员掉100回脑袋了。若不是你们罔顾民生，西平港可以落入今日境地。夫人可知道一斤白米可以换多少马嚼料？10斤，在我的手里可以设法换到14斤。西南大汉的消息，数月前我们已向朝廷报奏，可报信的折子却总也递不到陛下的案头。等越州的薄粮，却迟迟等不来。海上季季都刮着大风啊！贩卖茶叶丝绸去汉州的船日日走的，运粮食来西平港的船却日日走不得。刘大人无奈，只能开仓卖粮自救。这几个月来，我们几乎卖光了西平港所有的白米，再用金子全部换回来马脚料。正因为如此，所有人才能勉强报复到今日。臣有罪。夫人既代天巡狩，朝廷的法度不能乱。此事本宫一定会查清楚。遵命。越州运粮船即日会到达西平港，湖州夫人下令开仓赈灾，所有背井离乡无处可去的灾民亦可领取，粥棚会日夜施粥，人人有份。我们有救了，我们有粮食吃了，多亏了湖州夫人。湖州夫人真是我的救星啊。愿奉湖州夫人万里，不奉神使。神使啊！愿奉湖州夫人，不奉神使。愿奉湖州夫人，不奉神使。愿奉湖州夫人，不奉神使。愿奉神使。公爷，咱们不是见湖州夫人？湖州夫人已经把形势稳定好了，你我暗中保护她即可。是。